故事開始之前，不如我哋先玩一個心理測驗先咧。如果而家呢一刻你有紙同埋筆嘅話，可以拎出嚟去抄低你哋嘅答案。如果冇嘅話都唔緊要，拎你哋嘅電話出嚟，同樣都係抄翻你哋嘅答案。咁如果你哋準備好咧，我就會開始噶啦。如果冇嘅話就記住啦，記住個答案咯。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關於森林嘅心理測驗啦。咁以下落嚟我所講嘅説話，希望你哋唔好用太多時間去思考，而係用腦入面最直觀嗰個畫面嚟回答我。咁當然啦，唔使真係回答我嘅，只需要抄喺你個筆抄喺張紙度，又或者係抄喺你個手機度，咁就 OK 噶啦。係啦，咁如果你聽過呢個心理測驗都唔出奇嘅，咁唔好同人講就得啦。好，咁開始啦喎。假設而家你呢一刻要走入一個森林，你只可以帶一隻動物去陪你，你會帶咩動物呢？嗰隻動物係咩樣噶？佢係咩行為？佢做緊啲乜嘢？佢嘅毛髮、佢嘅顏色、佢係乜嘢性格嘅呢？之後你走咗入去之後，你覺得而家呢一刻是日頭定還是夜晚啊？行行下，你見到地下有一條鎖匙喎，你會唔會選擇執起佢咧？之後你見到前面有一隻好大隻、好大隻嘅大灰熊，咁你會點樣處理啊？繼續行的時候，你見到前面有一間小木屋，你會不會走進去呢？木屋裡面有一個老人家，他的外形是怎樣的？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？他在做什麼？他是什麼性格？他頭髮是什麼顏色？形容一下他吧。之後你走出這間小木屋，你見到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湖泊，你覺得它是被平原包圍啊，定還是被樹林包圍啊？湖泊隔離有一個漁夫，他釣緊魚，他說想將手上面那條魚送給你，你會不會收了他？有時做完嘢等巴士嗰陣，我會特登搭啲車駛走，然後睇住同我同一條隊嘅人逐個逐個上車，幾有秩序，好似幾好。我企喺度唔知道做緊啲乜嘢，但好似鬆咗一口氣。而明明我嗰日做嘅嘢只不過就喺度坐。自從嗰件事發生咗之後，我好像更加需要這種感覺，我會站到好夜好夜，個腦放空什麼都不想，如果可以的話，然後我就會很自然地望向旁邊那盞路燈。那一刻我覺得我跟他有點像，不過可能他比我更加好，更加有價值，起碼他站在這裡是有意義的。我嗰刻想令自己唔好咁似一盏路灯，起码都要系入面嗰一盏灯泡。不过呢个好似仅限于想法，唯一同佢似嘅嘢就系都系困住喺嗰个波波度，
突然有人經過，拆開，再拎出嚟。架車到咗，條隊剩翻我一個，司機望住我，我又望住佢。突然之間，我又好似感受到一種人嘅温度，我唔知係凍定熱，總之係一種温度。佢又繼續望住我，我啊係喎，呢個係未拍車啦。今日係5月12日晚上8時21分。你哋同我一齐上咗呢一架巴士，系啊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哋喺度噶，我从来都唔陷入自己世界噶嘛，系咪？或者你都冇上嘅，系睇住我上啫，就好似佢咁。然后我哋一齐听住同一首歌，或者系我逼你哋同我听住同一首歌啦。咁嘅话，我哋都算系喺同一个时空下，同一个环境下。做同一樣嘅嘢，咁我哋諗嘅嘢會唔會都係一樣噶？It's hard to tell if things should be said, but maybe you felt the same as well. The smell of summer and clementines. There you are. You're the perfect.系咧，你哋细细个咧有冇听过一个故事啊？好似系话咧，如果你用只手咧指向月亮嘅话咧，你个耳仔会被割噶。其实你哋知唔知点解噶？咁细个梗系唔知噶啦。咁但系讲咩就系咩噶嘛，咁系咁噶啦。啊，不过咧后屘听翻傻佬讲咧，原来系因为咧老一辈嘅人咧觉得手指之冇礼貌。咁大細路仔鬼識呢啲嘢咩？咁咪話會爛耳仔咯。咁佢哋先肯聽噶嘛，係咪？啊，諗諗下咧，其實大人講嘢都幾有智慧，聽落啦，有啲意味嘅。咁你哋咧？你哋爹哋媽咪、爸爸媽媽有冇講過呢啲嘢？
我遇见了他，他和我上了同一个巴士，坐在我右前方的位置。我有点好奇，因为不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坐下层，很多时一上到车就会立刻冲上上层，可以看多些风景嘛。但他和我都一样坐在下层的位置，可能因为我们都很懒，不想下车的时候要走多几步。想到这里，我笑了一下，不小心出了声。他动了一动，我有点吓亲，好怕被他发现，但是其实又有少少想被他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最后都是选了安静，然后我就好像平时那样，在我那个大袋里拿我的耳机出来。是啊，那个什么都塞在他那个垃圾袋呢，但我找了很久都是找不到。啊，是的，我昨晚临睡前拿了他出来，放在我床头，等我临睡前可以听下歌。我听歌一定要戴耳机，这样才不会吵到我家姐。她要很早起身上班，为了头家她很辛苦。还有我一定要戴耳机，这样才不会听到我家姐播的音乐，而又会听到我七点半的闹钟声。但是他漏声啊，他真的很贼咯，他不记得连自己那个蓝牙耳机啊，然后一路在播着新青年理发厅的一个人回家，整架车都听到晒啦，虽然架车得我们两个。我要提醒他，这样是一个善意的行为，这样对陌生人来讲也很正常。所以我走了过去，坐在他的左手边，个头有少少挨落去，咁样话：你冇连到我耳机啊？佢有啲吓亲，佢喐咗一下，再攞起个手机揿咗两下。喺呢一刻，唔知点解我好想讲多一句。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哋，佢哋另一首《回家》都几好听。顺便，我谂系顺便嘅。不过其实自2019年的秋天开始，我已经很少听他们了。同样地，我都已经很久没挨过下去了。那天之后，我隔了一段很大的时间不想，也都不敢再搭巴士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，无论我喊得多大声，叫得多用力，都不会有人听到。是呢，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心理测验啊？是说如果现在这一刻你要入一个森林入面，只可以带一只动物陪你，你会选什么动物？我那时选了狼，还要是一只很大只很大只的狼，甚至可以騎著他周圍走，由他帶領著我看這個世界。但是那天的情況就好像我跟這隻狼走在這個森林裡面。是啊，一開始很開心的，因為本身我以為可以跟他摘果實啊，爬上棵樹那裡玩一下。但是突然之間我跌在一個洞裡面，應該是有一個人，又或者是一班人特意弄這個洞出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這裡有個洞啊。洞入面好黑，好黑，我系咁叫，但系冇人知啊。至于身边嘅狼，佢已经唔知去咗边。直到我叫到就嚟冇力嘅时候，我先至俾人发现。之后我就会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会喺某一刻会唞唔到气啊。系咯，其实呢种情况都经常发生噶。好像日常生活裡面都會經常發生，好像日常生活裡面飲一口水、吃一口飯、呼一口氣的一句說話，對咯，就是這樣嘛，都沒什麼特別，試多幾次就會慣的啦，任何東西都是這樣。我可能講得太抽象了，如果你們不明白，其實我都可以形容一下給你們聽的。
有時自己一個咧搭巴士嗰陣會唔知點解搭錯方向，意識到嘅時候，架車已經駛到去總站，係一個完完全全冇見過、極度陌生嘅地方。對腳已經落咗車噶啦，但係個腦依然停留咗喺車上面。眼前面見到嘅影像同腦入面嗰印象唔 match 啊，件事唔啱啊，唔應該係咁噶，條 path 錯咗啊！呢、這個時候個人就會開始 shut down， 隻手機係識咁樣拎起，眼珠自自然然咁望向表面。12点左右，街上已经一个人都冇。呢个时候，嗰种唞唔到气嗰种感觉就会开始出现，个脑开始转翻，问题出现咗，问题出现就要解决。要解決就要找方法，但係個方法個腦係轉緊啦，不過其實係打圈咁樣轉咯。然後嗰啲神經線就好似永遠都解唔開嘅耳經線一樣纏繞住一齊。好，生理反應之後，跟住就會係生理狀態嘅變化，應該係叫做迷障。一樣繼續唞唔到。想自己同自己講嘢，但係把口不斷喺度震。想打電話俾男朋友，但係又覺得好小事可以自己處理，係咯。其實本身件事好小事啫嘛。但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嘅感覺，係俾恐懼支配一切嘅感覺。個人鬆唔到，全身上下嘅肌肉都拉緊。我唯一可以做嘅嘢，只係一直行，一直行，直至行翻個啱嘅巴士站。明知自己已經講多次，但係總會有把聲同自己講我翻唔到，然後心跳又再加速，情況持續，一直持續。Panic attack， 醫生係咁講。自從那件事之後，我就一直要見呢個醫生。他是一個好人，我不討厭他，但我都對他沒好感，因為他很煩。他講來講去都是那堆嘢，我不喜歡啲咁死板嘅嘢。但是自從那個人出現了之後，我好像中意翻多少少搭巴士。每次去到巴士站，我都好想可以快啲上車，因為咁樣好似就代表我可以快啲見到佢咁。但係有一日上到車，黑人憎嘅嘢就出現咗，係一個小朋友。其實佢唔細個噶啦，佢睇落去都有10岁噶啦。但是他都是有着小朋友最黑人憎的特质咯。喂，是咯，他一坐埋去就坐咗佢个位，喂，呢样嘢本身都令到我好啦。喂，今晚正常都会嬲啦，系咪？我嬲系好正常啫，系咪 ？OK fine， 我大人有大量，我唔同佢计较，但冇阿志干净埋睇完嗰个船。喂，老豆，我同你讲啦，我今次默书攞100分啊！隔篱班嗰个肥仔咧，你记唔记得？我之前同你讲成日同我争第一嗰个咧。他今次得95分咋，不过梗系唔系佢话俾我听啦。你啊，知唔知啊？系隔篱班成日黐住佢嗰个男仔，佢偷偷地同我讲噶。你知唔知点解佢会同我讲啊？因为我话咧，如果佢话俾我听嘅话咧，我就会同佢拍拖。系啊，佢暗恋咗我好耐噶啦，成日就系啲入嚟我班房，你阿哥唔知点解咩？不过老豆你放心啦，我系唔会同佢拍拖噶。你个女我咁多人中意啊，我梗系唔会中意佢啦。我之前叫佢请我食雪糕啊，佢都唔肯嘅，孤寒鬼嚟噶。啊，不过咧，我今次默书攞100分，你谂住送咩俾我啊？我之前喺屋企楼下文具铺见到有对闪石耳环，好靓，好想要啊。啊，或者嗰套月夜兔星啦，嗰条衫咧，个颁奖我都好想要啊。或者系咯，你
你哋睇下，佢一上到車就係咁講，係咁講，完全旁若無人，唔理會唔會阻到人喎。睇下佢咪搞到我嬲死㗎！喂，佢老豆又去喎，由得佢挨喺個膊頭嗰度雞堆唔斷。唔係講笑，條女大個咗，一定係個爸。喂，你唔好縮手啦！你縮咗手我點挨啊？巴士張凳好唔舒服啊，都挨唔到我個頭嘅。啊，仲有我都未講完啊！今日个班长又责我名啦，明明我都冇做错，佢啊成日 treat 住自己系个班长啊，喺个班嗰度行嚟行去啊，啲老师都唔会话佢嘅，好乞人憎啊！知唔知點解我咁中意搭巴士？冇風氣啊嘛，你講過㗎。咁你知唔知點解你一定要坐喺我右手邊？因為我哋第一次見面嗰陣，你坐喺我嘅左手邊。就算你隻手握到痹曬，你都唔可以縮過。不過咧，冇人幫你縮手嘅。都擦下落先啦。最近幾好嘛？都係咁啦，日日到黑都攤喺屋企度噶。唉，咁佢都辛苦咗咁耐啦，呢段時間咪當俾佢休息下咯。佢唞得過嚟都要翻工啦。嗯，係。啊，不過咧，佢成日攤喺度，嗰啲血液循環咧冇咁好咧，對佢身體冇咁好喎。喂，你啊有冇夜晚幫佢捽下只腳啊？咁樣好易水腫噶。睇你個樣都係冇噶啦。我早幾個月見佢，佢隻腳腫到咧，我連鞋都著唔到，睇幾分辛苦。我仲有佢嗰時連彎腰都彎唔到，真係睇死。啊，不過咧，我最近有聽到書教話咧，其實佢而家呢個時候咧，可以落下牀啊，散下步啊，行下咁樣，咁樣先可以促進到嗰啲新陳代謝啦，同埋嗰啲肌肉嗰啲。哎，你知我講咩㗎啦？即係嗰啲肚臍對下嗰啲肌肉恢復原狀㗎。咁佢咁後生，冇理由搞到成個師奶咁噶嘛，係咪？啊，不過咧，其實講開又講咧，成件事都幾神奇嘅喎。喂，當初見佢人仔細細又瘦，得個米五，之後有咗真係嚇死人啦。然後咧，就見住佢到一日比一日咁大。哇，臨尾個月啊，成個籃球啊，唔係西瓜，唉、啊，我都唔知啦。其實都真係幾誇張咯。如果是我一定做不到，雖然我大嚿我咁多。不過見佢抬住咁大個 B， 都成日笑笑口咁。你呢段時間我氹到佢幾開心啊！咩仔嚟到？喂，所以你幾時俾 B B 上我睇啫？Yana， 你今晚得唔得閒？你今晚唔使。唔使。
咪好任性啊？咁我都好任性嘅。但系我已经任性咗好多次。咪已经好多次啦咩？嗯。喺你之前仲有好多次。好似系。我谂我应该有同你讲过噶。应该有嘅。我冇隐瞒过你喎，我可以担保。你都冇需要隐瞒我。点解唔需要？唔重要。唔系，你对我嚟讲好重要噶。但系对你人生嚟讲唔重要。正正系因为唔重要，所以我哋之间从来都唔系啲乜嘢，所以我哋先可以维持咁耐。你明唔明啊？其实你唔使谂咁多喎，日头嗰阵好似平时咁相处咪得咯。有太阳照住嘅地方，同埋月亮照住嘅地方，从来都唔系同一个世界。你同佢之间继续咁好，我同你之间继续咁好，我同佢之间都冇分别，都系好朋友。只要一直都系咁，就唔会有问题发生。你只要相信呢样嘢就得啦。你一直都相信呢样嘢噶？以前嘅我或者唔系咁，但系而家嘅我会系咁。咁样会令我同埋你更加舒服。如果你真系咁谂，我觉得真好叻。你成日都赞我嘅，唔系真系太赞。多谢你。讲真噶，你细过好多嘅，但系你叻过好多。你知唔知你咁样讲咧，会令你变得好吸引噶？系咩？但系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吸引。咁人系需要赞美嘅，需要人哋嘅认同，人哋嘅肯定。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，当知道了自己做的事是对，才会继续向着那个方向走，这样的人才会定很多，安心很多。所以我永远都定不到，一直都是这样飘，没进步过，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。你有这样想，由最开头我认识你，你已经是这样想。喂，你知唔知有时会谂咧？如果我哋第二个时空相遇，我哋之间关系会变成点啊？呢个嘢我唔知道，你把我谂出。喂，你咩意思啊？你吹过啊？你系咪话我唔够浪漫先？唔系，真系唔系。我只系觉得咧，你份人比较理性。系咩？可能認得你多咯，所以就俾我影響咗啦。咁唔多唔少都會被影響嘅，咁同埋人有好多唔同面向噶嘛，人係流動噶，唔同時候嘅狀態、唔同時候嘅情緒都會唔同，有時變咗另一個人咁都唔出奇。我識你終於翻嚟啦，不過你仲未答我喎。我會話呢條問題其實唔適合。甚至有少少浪漫化咗件事。如果我哋喺第二个时空相遇，你唔系我嘅学生，我唔系你嘅 mentor， 你唔系拍紧拖，我唔系沉咗喺上一段恋情上年纪，你唔系住喺屯门，我唔系住喺小浪，我哋唔系搭紧同一架巴士。你不是21岁，我不是，或者我哋读紧同一间大学，读紧同一样嘅科目，日日一齐打雪地。喂，我哋唔用呢个 term 噶啦，好老啊！得啦，知道老啦。总之我想讲嘅系，有阵时都唔同咗，我哋嘅状态、我哋嘅心情、我哋嘅谂法都会唔同。就算你真的認識了，都未必會發展到這樣。如果沒有這種狀態的我們，
重傷嘅都唔會發生。都係嘅。係啦，老師。咁你今日又有冇啲乜嘢想分享俾呢個咁乖嘅學生？有冇聽過太宰治啊？聽過下咁。印象中是一位日本小說家，我挺喜歡他，世人稱他為一個無賴派的小說家，因為他很真，而他都因為風流成性而出名。他很做到他自己啊，他最後好像浸死了，他的願望是跟你一起浸死的。你今年多少歲啊？不過Iana，我今天是有件事想跟你講的。你講吧。你知道我一向都不會跟你隱瞞的。我都喜歡你的坦白。我都多謝你這個這樣的坦白。所以你想跟我講的是，Q 系有咗，我哋好快就会结婚。嗯，祝福你。其实呢句说话嘅资讯量好大，但系我根本反应唔到。我好多问题我想问，但系我问唔到，仲要先答佢。更何况我应该一早就知你系一个咁嘅人。由我最开头识你，你冇练到蓝牙，已经开始，我就应该要知道你系一个咁嘅人。你冇呃我，你从来都冇呃我，所以我选择咗咁样去答你。可能我当时我都唔知自己讲咗啲咩。如果再嚟多一次嘅话，我会唔会再嚟多一次。我唔会后悔嘅，只系去到而家呢一刻。我必須承認自己當時有所期待，或者奢望。我痛恨自己有所期望，很懦弱，但是很真實。原來我一直都是一個這麼懦弱的人。應該是說，只是因為十年前的那一件事，令到我逼著自己要堅強，令到這個世界的人不會再特別的眼光看我。
係咯，既然你咁唔中意我嘅話，點解你而家唔就衝過嚟同我講你好嘈啊，八婆？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提呢件事啊？其實件事已經完咗噶啦。喂，人要 move on 噶，唔好再塞喺呢件事度噶啦。你大個咗噶啦。Bullshit！ 你唔好講廢話啦。你真係咁諗咩？定因為時你係驚啊？你驚你嗌得幾大聲都唔會有人聽到啊？因為你係大個噶啦，你唔係小朋友啊！根本由始至終我都冇諗過同你做，點解你係都要講到咁嘅啫？喂，其實成件事已經好清楚噶啦，我已經講過呢件事好多次噶啦。醫生、社工、傳媒，識嘅人唔識嘅人，我全部都講過曬，佢哋每一個都已經好關心我，夠噶啦，真係夠噶啦，單已經 close file 咗噶啦。你的確 handle 得好好啊，因為你一粒聲都冇出過，唔係咩？不如我同你玩個心理測驗啦。如果而家呢一刻你要自己入一個陌生嘅森林，而你淨係可以帶一隻動物陪你嘅話，你會揀咩啊？一隻狗，一隻橙黃色嘅狗，一隻會跟住喺我前面，而我叫佢就會即刻翻嚟嘅狗。我同你好唔同。我同你本來就係好唔同。咁你覺得入去嘅時候係日頭定係夜晚？夜晚。日頭。所以我哋之後嘅答案都會唔一樣。唔完全。我哋見到大灰熊都係會選擇逃走，見到地下嗰條鎖匙都係會執起嚟，入到間木屋入面都係會見到一個好慈祥嘅老人家，出翻嚟之後見到嗰個湖都係會俾樹林圍繞住，而我哋咧都係會收咗漁夫送俾我哋嗰條魚。錯，喺我未遇到後面嗰堆嘢之前，我已經跌咗落個窿入面。笑咩啊？個問題係。點解你跌咗入個窿之後一粒聲都冇出過？所以點解要玩呢個心理測驗？放鬆啲啦，佢只係一個遊戲嚟嘅啫。其實你唔去演繹佢嘅話，佢根本就代表唔到啲咩噶。咁佢實際上係代表緊啲乜嘢？你真係想知？咁我諗你有責任講翻出嚟，因為呢個係一個主導心理測驗嗰個嘅基本道德原則。哦，約定俗成，好似你同 Dylan 咁遵守住社會嘅道德規範。嗯。點樣面對大灰熊呢？就代表你點樣面對困難。日頭定係夜晚，代表你對將來有冇希望。執唔執起條鎖匙，代表你有冇好奇心。小木屋入邊嘅老人家，代表你將來想成為嘅模樣。出到嚟嗰個湖，俾森林圍繞住，代表你對人有戒心。而條魚咧，收咗嘅話咧，即係代表你有可能會出軌嘅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呢個只係一個遊戲嚟嘅啫，其實唔需要諗咁多。個問題係。點解你跌咗入個窿之後，一粒聲都冇出過？無論係嗰陣時，定係之後，甚至乎係而家，我有，我叫得好大聲，只不過冇人聽到啫嘛。你冇，你以為你有，但係其實你根本一粒聲都冇出過。其實件事只不過係一個意外。作為小朋友，你有幾有勇氣可以嗌出嚟呢？嗰日你一個人發脾氣走咗上上層之後，就見到佢嗰個男人個外形同你老豆好似，都係好瘦，但係又成日笑。可能因為咁，你覺得幾有安全感啦。咁啱隔離佢個位冇人喎，你咪坐落去咯。跟住佢好似察覺到眼前呢個靚妹有啲唔妥咁，因為你啲眼淚已經偷偷地流咗出嚟，你都唔知道。跟住佢就好似好好人咁，想借个膊头俾你挨，你觉得好温暖、好舒服，就自自然然咁样挨咗落去。跟住佢就开始掂你，一开始系头，然后佢只手就顺住你啲头发摸到佢哋个膊头，佢只手好大，大到好似可以包晒你成个人咁。佢一边摸你，一边喺你耳边话。唔使惊，唔使惊，叔叔喺度。佢好似系用紧气音讲嘢，讲嘢嘅力度好细。佢一边摸你，一边喺你耳边吹气，你觉得好痕，好唔舒服，但系佢好似好 enjoy。跟住嘅嘢就自自然然咁样发生，上面、下面、
伸入去拎翻出嚟，開拉鏈，拎出嚟，掂住佢，逼你掂住佢，吹氣噴氣，一呼一吸，佢一步步咁樣教你，你就一步步咁樣跟住佢做，而你一粒聲都冇出過。後屘有其他乘客發現咗，叫咗警察，叫咗好大班人嚟，你爸爸都到咗，有傳媒，有醫生，有記者。你唔係好明白點解霎時間有咁多三唔識七嘅人嚟關心你，但你發覺到自從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失去咗說話嘅能力，同時你亦都再冇走翻上上層，因為你永遠都忘記唔到嗰個叔叔對住你笑嘅畫面。我諗呢個 version 先至係真正嘅事實，而唔係你嘅主觀記憶。我唔中意你。點解？因為你好煩啊。或者啦，但係起碼我想講咩就講咩。啲人成日話小朋友喺呢個世界咪最天真無邪、最直率可愛噶。點解啊？因為佢係可以毫無顧忌、任意妄為咁表達情緒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個社會只會對大人開開，對小朋友仁慈啊。喂，小朋友唔中意咧就開喊、吵鬧、任性。如果大人咁做咧，就會俾人話唔夠成熟啊。喺呢個文明社會入面，小朋友永遠都係最不嘅存在啊！情緒宣泄從來都唔係一種工具，而係一種選擇。而似乎喺而家呢一刻，你做咗一個你平時唔會做嘅選擇喎。佢就左手望住呢一个上年生日自己买俾自己嘅表，时间系5月12日下午8:21。透过呢个好似月亮咁圆，又好似镜紧嘅表面，我好似见到我自己，我又好似见唔到我自己。原來在10年前，我壓咗落去側邊之後，我就跌咗落去。不過我並唔係直墮地面，而係上唔到去，亦都落唔翻嚟，卡住喺中間，一直都係呢個狀態，好耐好耐。
碎片，我曾经成为碎片，散落一地。是他执起了我，也都是他将我剪碎。将我剪碎后，我的四肢散落一地，我的口在我头上面，我的手在我脚下面，但当我想拧转头一看，我的头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依然可以睁开眼去望清楚这个世界，张开嘴巴去说。于是在那一晚，我决定去他另一个屋企的朝合组。我决定打给 Hero。终于，个女仔喊咗出嚟，森林冇回应。月亮都冇回应，
幫我手啦，呢個補得上。我哋演完先，好啦，多謝你嘅魚仔同埋Joey，仲有爸爸咧，我爸爸同埋你企喺度，佢係我嘅導演啊，係啊，我個導演魚蛋爸爸，跟住咧，我哋就要請我哋嘅 Image Team。更加新的體驗和更加不同的演出，更加成熟的一個演出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就過嚟啦！